太大西门一个生日拍摄，很特殊的一天嘛，十八岁最后一天拍的这些照片肯定都是与众不同的，意义重大。十八岁最后一天干的事情，今天正好也记录一下，让我们看看今天我们都干什么吧。Hello， 现在小池的一天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从刷碗开始。开始了一天，走吧。Hello， 今天是5月26号，是特殊的日子，就是什么呢？是我18岁的最后一天。现在我们要去干什么呢？我们要去拍杂志，今天拍时尚先生，啊，还是有一点点小兴奋的。今天早起，非常开心的早起，不知道为什么睡了14个小时。昨天下午7点半，还6点，睡得早了。今天晚上要做生日直播，这个是流程单。对，现在工作人员姐姐给我对一下这个直播的流程。这我第一次自己直播，好专业啊！我们团队弄的，就跟那个在节目里面的流程单一样。Hello， 我现在准备要去回复一些太大新闻给我的留言，然后回答一些他问的问题。内蒙的一天还会有续集吗？会的，会续集。会有刷图。演员小池有什么想尝试的角色吗？小池想演什么类型的角色啊？星池腿上的伤是怎么了？啊，这个我想回答，拍戏弄的。拍戏。好，我们先回这么多。Hello， 现在化完妆了，好，妆发完毕，好，准备要开始喽。Let's get it。磕到凳子了，对不起。我在这许一个，然后让回家再许一个。好呀。